他还多才多艺，他还真的好像会主持节目，是不是？嗯。最喜欢哪个主持人呢？我喜欢杨澜阿姨。哇，喜欢杨澜阿姨，这样，我们配合一下。我采访你一下。你对，那他采访我，你看没有？那来吧。董浩叔叔，你主持《天才童声》这个节目，是否感觉自己更年轻了？我们小朋友们都觉得董浩叔叔更年轻了。你是不是用了一些化妆品呀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我没有用化妆品，但是我用这个心灵的一种化妆品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汇报一下，最近啊主持节目，我认识一个叫娃娃的。结果他都答应他做我姐姐了，我做他大胖弟弟。你听到这消息怎么样，杨澜？你为我高兴吗？高兴。啊，你觉得那个娃娃怎么样？我觉得娃娃挺好的。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考考你，是马玲阿姨漂亮还是杨澜阿姨漂亮啊？两个阿姨都漂亮。那你们俩谁也不得罪，谁不得罪？我跟你说，你水哥能说话吗？他们的有一个老师，他认为像天仙一样。来，你回答我，我没考过你这个问题。来，妈妈漂亮还是白老师漂亮？这个吗？啊，这个。都漂亮。都漂亮。刚学的，哎、看见吗？刚学的。对，白老师。不错，跟娃娃学的。妈妈更漂亮吧？妈妈更漂亮。妈妈更漂亮。妈妈很欣慰。娃娃也很漂亮。这样吧，回到弟弟的怀抱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待会儿见。嗯，很不错。